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划时代的科技飞跃，人类的新伙伴，西斯超智能机器人将于本周日在西斯集团总部重磅发布。哇，超级神奇的，不是吗？会自己说话呢，我家小孩肯定喜欢，这个周日必须去看。哇，应该很有意思。西达，你说呢？啊，喂，不得了了，超什么？西斯超智能机器人对吧？阿威，你太过分了吧！好歹装作惊讶一下嘛。西斯集团发布消息后，不到一个小时，网络相关讨论已经突破了10万条。我想装作不知道也不行啊。那星期天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了。那是当然，我也去。算上我一个。我就不能好奇一下？我可不是只会耍剑的。喂喂，一涵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别的机器人了吧？作为一个剑士，怎么能轻易冲动？一涵，你不懂，那不是冲动，那叫吃醋。要是一飞能找到别的机器人代替我参加兽魂决斗，那也挺不错的呀。西达，星期天你也一起来吧。我没兴趣。干嘛不去？就连一涵那个沉闷的家伙也想去呢。什么西斯超智能机器人？有兽穿人好看吗？哼，你们自己去吧。不去就不去嘛，干嘛那么凶啊？阿卫，你们去的时候记得带上对讲机，你是他们中最靠谱的，一定要记得我的话。为什么？迟到是不许进场的，要怪就怪你睡过头了。大家抓稳了，我要加速了。还要加速啊？现在感觉好多了，现在感觉糟透了。星宇，就那么点路程还晕车怎么行啊？以后要多多载你放学，你好好习惯才行。什么？小月姐姐，那可不行了，不行。西斯超智能机器人呢？看来必须买上10个回来研究。同行，买回来务必让我看一看啊！我的零花钱估计连半个也买不起啊！你们确定还要在这里闲聊吗？不进去吗？好多人呐！哇，你们看那个。好帅呀，这些都是西斯超智能机器人吗？我觉得琥珀比他们帅多了。关于这一点我完全赞同，我跟琥珀的意见难得一致啊。哼，谁要跟你一致？我倒是觉得这个背景图里的剪影很熟悉。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很熟悉，在哪里看过呢？看轮廓的话怎么有点像兽车人呢？
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